那这是洗叶藤，洗叶藤也是春天开的花，它的那个也是爬藤类，都在围墙上种的人很多啊。它你看到的那个紫色的部分，其实是它也是跟九重葛一样，它是花萼的部分。真的花是中间的紫红色的，它都会先凋落，凋落之后那个紫色的花萼还在，所以也像花一样啊，就是很美丽就是了。